公路是其客运还有游览车的业者，最近三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初几年需求变少，结果呢也驾驶员很少很十万多。然后呢疫情又过得一些嘞，公共运输又多多的恢复的两百的需求。交通部公路总局新竹区监理出台拖延期盼的营业太下差，驾驶空态正在发通，希望利用媒合的方式来补足客运驾驶人的唔拉的问题。36间公路私企客运和游览车业者，土匪从提供总共623个折扣，和本乡的家业运输业的民众友好相处。前头路的人蔡先生讲，认真想要做运输业，韩国业界有不错，又有很多间业者好比较，故所以动上来前头路。他们的那个任何那个补助方案都非常的明，都非常的明确。那这样子对于我们这些求职者来讲，其实是非常好的。这样子让我们对可以那个接收这个工作信息会非常比较安心的。公路总局副局长钟顺清讲，一摆政策发通，希望同客运业者听前阵流失的营业太下差驾驶。桃园市交通局表示，桃园市政府两月初已实施，大家驾驶额外一职业薪资补助10,000元，一七多年代欢迎民众来做私企客运业。公路总局能够适度的提供一些补助机制，那有利于帮助我们这些。大客车司机，不管是新的司机也好，或者是原来转换跑道其他的司机的回流也好，能够对业界来提供一些帮助。我们总计呢，从6月1日开始，每个月就是加薪10,000元。我们希望啊，这个有意者，这个多多的来加入我们司机的行列。交通部公路总局表示，除了廿八征才以外，将来土育才同留才也条方面，会同业者听解决欠人的问题，来改善人力唔拉的部分，安尼运输市场就会行较好。客家新闻罗文塔桃园报道。